来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金玉堂，里面有一只铁火灰耶。好，你不要咬。刚刚是我们小迷路 QQ 咬的，安安的。来一只路卡利哦，看起来是没有。咻咻咻，应该是没有了。来了，我们看能不能有机会叫出这一只铁火灰耶。路卡利欧，一星宝可梦。按、啊、你来帮我按。有了，你帮我推一颗球，看一下我们安安会推到什么球？彩球，左边彩球送了。哇，获得了一只 ，get 到，获得了一只路卡利欧。先停一下。龙卷云，好了，就是你了。小迷团第二次推球，好推，往前推。又是彩球，他刚也是哦。对，连续两场小迷团抽到两次彩球，哎，两场都中。踩左边四星，现在是踩右边四星，这么厉害！龙卷云 get 到，爆你了，又是四星的。来了我们的第三场，哎、欸，还在下面，真的不出哎、欸，连三场了。我们今日的第四场，铁火灰夜，来喽，大如铁火灰夜。哦，这个中小虫，哎，可惜呀、啊！救急球打开了，救急球打开了。来了，我们派出的是超级喷火龙 S， 对付这一只铁火灰夜绰绰有余。毕竟对方是光系，所以我们火系打在上面啊。铁火灰夜要融化啦，那我们释放一个超级进化的，哎呦，等到50，我们这攻击力50的爆炸烈焰应该是对铁火灰夜伤害蛮高的哦。差一点点，加门框。有了，来了，兄弟们！我入铁火灰夜的时候，小迷途 QQ 到底能丢出？相信这一颗精灵球应该可以。啊，遮起来！人家说遮起来会会中。哇！看起来是第六场。第六场。哎。我们的第六场呢，铁火灰夜你还不下？第六场呢，才遇到一场铁火灰夜。好来，铁火灰夜大图，小小小 ，no， 等人，就没有，他是放化莲化龙点睛这一招式，他没有飞下来。哇，这个扣不到。对啊，没什么伤害。有了吧？命运比较厉害。嗯。精灵球啊，没事没事，能捕获的都是好球。闪下！哇，铁火灰耶！
面那只铁火龟，我们至少打了八场了，只出来两场。对，有没有出来了？他就是很搞事啊，真的很搞事哎、欸。然后也不出交换，搞事的大岩蛇，搞事的铁火龟。哎，我刚也是这样，大岩蛇配铁火。亚能光。你有教过这只吗？有，我有教过。抓过不是教过？我抓过。我没有抓过。啊，着急进化机会，给它扛下去。嗯、大成功啊，信不信？有没有？他说太成功了。铁火辉夜，您再不来，我们就要把你丢在这里了。你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把你丢在这里了。有了吧？还没。哦这么硬，铁火龟那是钢铁，穿甲男人，钢铁女人，她是女孩来的，她是无性，无性别，看起来就像男的。等我信，五万牌啊，嗯，星辰哲理，为自己丢出一颗高级的九级球，没有来。国际上没买，没事，自己丢。推一颗星辰哲理，跳球，他刚打四颗，不是吧？高级球，好像算是一个 M 呢、欸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你的更快呢、欸。对啊，他给你不理。第九场了啦，还不来？哦，天哪！来了啦，暴鲤龙来了。精灵球，精灵球。好的，我们这一部影片也随着这一只路卡利欧爆炸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要来离开了。因为这一只铁火辉夜呢一直都不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啊，干脆就放给其他人吧。因为说真的、哦、打了十场还不下，有点困难了。但我们刚走出监狱场之后呢，就发现有人陆续进来了，所以我相信后面的人应该是蛮快就下了、哦。因为我们其实在回去吃饭嘛，我们先去吃饭，因为其实那段时间大概是吃饭时间。吃饭时间回来之后就发现，哎，铁火辉夜已经消失了。原本想说再继续回来打看看，结果人家已经打走了，非常的幸运哦，哪像我们打了四场都还没下，哎呀，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各位跟我们把宝可梦呢也一样哦，就是尽量不要太执着，有时候宝可梦不下给你，那就想说，哎，就这样子好了，啊，反正搞不好下一场呢去下个地方呢，会不会有新的结果，也是有可能的、哦。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啊是要抽出的是随机的四星，只要在底下留言我要抽四星就可以抽奖了。然后我们画面上的朋友恭喜您中奖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就做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各位，拜拜，我是弥陀。